9月21日0:30，中国庐山东林慈善安养院，继之前28朵莲花盛开之后，又绽放了第29朵雏莲。莲主为年仅14岁的花季少女姚印君。2010年夏天，小印君被查出患有急性淋巴性白血病，亲友四处筹钱来为小印君做最好的治疗，然而人力大不过业力，小印君的病情总会在有转机的时候出现各种维缘障碍，以至于最后医院宣布已经无法继续医治。众生有感，弥陀有应。在小印君住院的过程当中，曾经得到东林慈善汕头联络处的资助，而此时又有善知识向其家属推荐江西庐山东林慈善安养院，这个被称为极乐世界中转站的地方。小印君入住一个多月后，于2011年4月17日，身体状况突然变得很危急。4月19日晚上8:30，经家属主动要求，安养院把小印君送进助念室求往生。躺在助念床上的小印君全身一直抽搐不已。无量寿经记载，虽十恶五逆之人，于临命终时若遇善知识，说法安慰，教令念佛，至心令生不绝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何况善根如此深厚的孩子，东林慈善功德会会长上进下一法师、小印君的家属以及莲友们，分别对小印君做了多次对机开示。解脱痛苦的时候啊到了啊，你这个时候马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发愿啊，就能够马上就是啊免离了，脱离了这种生老病死苦了啊。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界再好，也有这种生老病死苦啊，人生有八苦，还有种种苦啊，然后哪怕啊生活在身在长的，他都会受这种轮回之苦，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外什么状况下呢啊，现在出西方的世界啊，西方的方向呢一起念佛啊，经常做好事啊，放生啊，是不是也多做善布施啊，所以呢以圣经念佛阿弥陀佛呢一定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。要一念佛当下就可以佛般的摄受，业障消除，身心自在了，哎，就没有这个痛苦了。然乐呢，就是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嘛。我在《无量寿经》上说呀，无一失的众生啊，能称念佛号，阿弥陀佛都会接引他，离开这种困境啊，离苦得乐。称赞净土佛摄受经云。男子或善女人临命终时，无量寿佛以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前后围绕，来往其前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，既舍命已，随佛众会生无量寿极乐世界亲近佛土。进入助念室开始，莲友们一直为小印君持续助念。
个小时后，小印君的抽搐反应逐渐平息了下来。一天后，小印君在大众的念佛声中平静舍报。随后继续为其昼夜轮流助念42个小时。经过3次常规探视，小印君的遗体显像很吉祥，全身柔软如棉，头顶温热，嘴角露出明显的微笑。印光法师云，人生一切事都可违违，唯临死及死后所现之相均不能违违。人于临死容颜即变，况死后2日更加和悦，且带笑容，此系表示往生之相。又死经数日，全身已冷，额油带温，此亦表示往生之相。以凡夫死时，热从下至上，于顶门后灭者，必归圣道，了生脱死也。小印君的遗体显像，刚好符合印光法师关于往生瑞相的描述。往生一路平生绝，今日何弄生于此？汲金望两空白首，争夺名利是虚否？此生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生度此生？算来万般皆是梦，无路起早念弥陀。红尘世事不别了，唯有念佛上西天。起。将迷雾自数清，刹那念经横沙佛，便是莲花果里人，何曾悲绝在今际与其抱怨。色王归正，列出王与死生梦湖，纵横万
切永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一路亦如电，能作如是观。开。姚印君用他短暂的生命过程为我们示现了人生的苦空无常，同时也让大家见证了净土法门的殊胜，见证了阿弥陀佛接引众生的大愿真实不虚。好好的修，好好的全愿再来帮助一切所有的帮助过你的人和所有的有缘人，知道吗？你要感恩，感恩他们，欢谢万缘，不要牵挂。你的极乐世界已经，爸爸能感觉到你的极乐世界已经是很快乐。